迎收看《大时代》，我是阿贤。今天是3月1号，礼拜三。哦，今天是三月份第一个交易日，开低走高，好棒啊！不过这个4天连假，不知道大家开不开心啊？因为这放假总是好事嘛，那当然纪念什么不重要哦。那谁是受害者啊？那其实也不太重要了，因为70几年了嘛，哈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三月份第一天的交易日，这样的开低走高是代表什么？哦，就像那个放连假前，他突然政府宣布一个什么禁空令解除，哦，他到底在意味什么？他是在鼓励你放空呢，还是说鼓励你快跑呢？还是说，到底这个盘面上，他到底在传递什么样讯息给你？哦，你要研究的是这个啦，那基本上我们是比较认真一点，我们是有在看盘的老师啦，哦，那我们跟其他的同业不太一样，因为其他同业都在分析涨停板嘛，对不对？联发科涨停板就拿来分析联发科啊，那不然分析力旺啊，分析四星 KY 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当然是分析涨停板啊，因为他招收会员嘛。但是我也是跟你讲，我也是招收会员，可是我比较冷静的告诉你说，今天这个盘的开低走高都变大涨哦，这是蛮诡异的哦。当然，你说老师，那到底出什么鬼？我说这个我也不太跟你笃定哦，毕竟那个农历七月份还蛮远的哈，今年又闰二月哦。那到底这个盘为什么开低走高？哦，你现在收盘了，你现在去想哈，为什么？你有没有去想过为什么？哦，当然你会想说啊，老师，那你推荐的那一档哈，国家统一哈，哎。整盘中都是黑的，尾盘就收高了。哎，我说你就不要去空它嘛，你就不要去空它，你就拉回，赶快找买点就对了。反正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就对了。哦，当然人家股本有20几亿啊，你不是买不起。那你说老师，那23你不买呢？现在31块多，你应该也不会买。哦，那本来就是这样嘛。对不对？你像早上也是一堆人问说，哎，老师啊，那个什么，我可不可以再买啊？买你们家的国家统一啊？怎么样怎么样？哎呦，现在有民进党执政啊，哎，就这四个字就少提了。哦，一提的话，我们又被人家扣帽子，对不对？炒股票也要宣扬这个哦。那不然你去看一下民进党他们要推什么动员法？你知道现在动员法推出来是怎样？16岁以上 不分男女，全部要动员呢，啊？你有没有去看一下？啊，美国人在打什么主意？台湾乌克兰话，你要吗？哦，我不知道啦哈。这很多东西就是每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啦哈。那我是不要啦，哦，我是不喜欢战争，但是我喜欢迎战整个市场，哦。那这个盘哦，开低走高，有一些层面你要去注意啦哈。今天很多股票弱势股在大跌哦，好，在大跌哦。好，那我在讲那个大跌，就是指高端疫苗嘛，对不对哈？你就知道我在准备要笑他，对不对？你看一开盘，嘣，剩下5字头，300多块叫你跑你不跑，你看现在剩下50块，哦，50几块。当然你还是不会跑啦，你就是慢慢撑啦。当然我们不免习俗啦，因为今天大家盘中都在分析联发科嘛，我们来看一下联发科到底怎么了。那联发科呢，这个今天开盘开平之后拉了涨停板，那听说 MWC 啊，这个西班牙这个通讯大展啦，王雪红出来讲话，那联发科董事长没有出去讲话啦，但是联发科有参展，听说什么有所斩获了，那有没有斩获我是不太清楚啊，这个订单的事情这个应该公司比较清楚啦。
听说去年赚了74块，要配76块，那很好嘛，对不对？你以今天的开盘价来算的话，那应该是殖利率10%嘛。哎呀，殖利率10%啊，今天涨停板之后，殖利率剩下9%了。好，殖利率剩下9%多嘛。好，那你怎么看？那明天可不可以买？好，哦，我今天不是讲他的坏话，我说你想好，今天开盘前的资料是你拿上礼拜收盘就是720几块嘛，对不对？下去算，你的殖利率10%，那今天股价又涨了10%之后，所以它的殖利率就下降了，就剩下9%多了嘛。好，这很合理嘛，如果你明天去追的话，好，那现在重点是什么？除了说它 MWC 有参展，然后在其次殖利率很高之外，你像今天华兴就跌停板嘛，大家都在那边墙倒众人推啊，你看华兴好可怜，你看，哎，你去问我的忠实哦，常常在参考我的资讯的投资朋友，那个华兴利华涨到56、57块，我都一直跟你讲不要买，今天砰就51块，那个人家交加在做股票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啦，没有那么简单啦。哦，啊，你要去蹭人家哈，有赚到你就要适可而止，不要想说哦，一度要给人家被人探挖贼哈，你小心一点，他这样子一下过肩摔下来，你就有点晕头转向了。好，有点晕头转向。好，那回到联发科，联发科它今天大涨的关键是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是什么？你看，我跟你讲，联发科除了参加 MWC 大展之外，它挑战它的竞争对手去研发一个新的晶片，是可以传送卫星影像通讯技术，这个才是它今天大涨的原因啊，这也是我们继国家统一之后要布局的股票。哎，你报名了没？哦，还没报名呢，哎，那不干你的事嘛，哦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很多人就是说啊，那啊，你那个哦，有啦，我知道你们国家统一哦，最近是赚钱呐，哈，哦，啊，怎么样啊，哈，哦，啊，哎，什么了不起，哈，哦，没什么了不起，我只能告诉你。你知道联发科除了殖利率高，它今天涨停板之外，它推出了这个卫星影像通讯技术，这个到底是什么？这个晶片到底有什么优势？对吧？你今天看到联发科涨停板嘛，市值就多了10%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跟你讲嘛，这个东西就是我继国家统一之后，这档股票之后要布局新的股票，就是跟这个有关的。有些人已经知道啦，有些人有报名啊，你有没有报名？你没有报名嘛，是不干你的事嘛，是不是？等到我像我讲，我推荐那档股票，像讲国家统一一样，讲得这么清楚，国家统一了，人家还都说老师，那就是统一咯，啊？啊，统一今天有大涨吗？啊，你在那边给我叽叽车车叫，对不对？那统一哪是23块，现在67块。所以我说，有些人他是智能不足嘛，你怎么去可以跟他在那边嘻嘿给我呢？你就说哇，你好棒哦，你好聪明哦，祝你大赚，上帝保佑你，这样就好了，不需要跟他一般见识的，你懂我意思哦？我不会去跟这种人一般见识的，你了解意思吗？你没想要谈 就算了。我问你，国家统一是不是不受全球景气影响？你知道那一档股票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知道说跟景气无关？对不对？顶多你怎么签也跟天气有关而已嘛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23？那你是不是不要理我？对呀，你就是不要理我，我有什么好讲的？对不对？接下来涨到4字头，涨到5字头，涨到6字头，这都不干你的事啊！我有邀请你啊，对不对？我有邀请你啊，那你要接受我邀请吗？对不对？就像现在很多人还说：“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
啊，我们那个经济部长小花部长啊，说不缺电哦，也不缺水，真的吗？哎、欸，我讲一个最难听的哈，放假放四天，对不对？这前几天放假嘛，放假放四天，高铁出包两次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都不敢跟你讲真正的原因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电压不足，那就是电压不足而已，无电啦、啊。啊、因为找不到真爱，所以用爱发电就失败呗。这你还不懂哦？你懂我意思哦？哎，找不到真爱了呗，对不对？所以用爱发电就失败了呗。哦，三十年来最大的干旱，现在是持续哦。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、观众朋友，对不对？他都住北部了，你去中南部看，中南部。这四天有下雨吗？这四天有下雨吗？啊？啊，你说老师，台北有，台北还毛毛雨。台北翡翠水库的水，南部的人用得到吗？哎，翡翠水库的水是够台北市的人用而已。啊，你看新北市还大部分都是石门水库在供应的，不是吗？哦，是啊齁，哎、欸，没有水了呢。科学园区节水时怕，呵呵，我早就跟你讲，跟这些科技厂也没关系，因为没有订单，所以没有水，对不对？那就干脆就停工啊，本来就产线就停了，本来产线就是要停了、啊，就是要安排要停啊，你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当然不知道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你只要买对一档股票，你可以翻身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们那讲国家统一这一段还没出现，这是雷虎之前在飙的时候，他整理完是连续六只涨停板、哦、然后整理完再四只哦，啊再整理哦，啊又喷三只哦。所以你要买对一档股票的时候，你只要有耐心，确定题材是对的，第一档有人锁码。那股票会涨到找不到人去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下一档股票就跟联发科今天大涨的因素是有关系的。我不会去想要去现在跟你讨论什么航运股怎么样，散装航运今天呢、喔、怎么开高走低啦？啊，货柜航运哦、喔，什么殖利率也很高啊？为什么哈、喔、联发科可以涨停，航运股为什么不会涨停？我不要去跟你讨论这个嘛。对嘛，那个问题就捞掉了嘛，太多人在讨论了嘛，没有人要听那个啊。我要讨论的是这一档，你认不认同？你们家水龙头打开来没有水的时候，你才要认同吗？我讲的不是说我们要趁机发灾难财哦，我只是告诉你，它是不受景气、全球景气影响。没有错吧？当然你要到四字头，我公开了，你才要来追嘛，对不对？你说四字头上去会五字头嘛？五字头上去还有六字头嘛？六字头上去还有七字头嘛？对嘛？那我是不是二十三就邀请你？这是全市场的人都知道的，好不好？那时间关系，我们先进广告，有需要的把电话拨通，有好戏看了。金兔要动迎新春，188如意开运专案，让您红兔大展，福到财也到。财神专线02-851-3366，851-3366。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
静心思考，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新照顾，02-8511-3366。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，若未画设人行道，记得面向来车靠边行走。赶时间，没车超哥。步近100公尺范围内有行人穿越道、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设施，不得随意穿越道路。如果在无行人穿越设施之交叉路口，应在人行道延伸范围、停止限制路缘范围或路缘延伸线往路段起算3公尺以内范围穿越道路哦。遵守行人路权，路口大家安全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欢迎您再回到现场，投资朋友们好。那这4天放假，你要特别注意一下美股道琼啦哈。道琼指数的话是破线了，哦，也就是说它把今年1、2月份的涨幅全部吐回去。哦，这是你要先知道的哦，道琼已经破线了。好，哦，也就是说今年开春到现在2个月的交易日，它是跌1%多，好，哦，跌1%多。那科技股相对比较强，因为科技股就是一下炒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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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hatGPT 啦，哈，那这些股票上来，所以科技股比较强，科技股人还要涨了9%，但是 S&P 500是跌哦，好，跌破4000点支撑，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一下，说国际环境会不会有影响？哦，你像这4天放假，那个美国2年期的公债来看的话，是冲到殖利率冲到4.85。那换句话说什么？又创新高了，创新高代表美债又崩盘了。到底谁在卖？是不是中共在卖？哦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这个你要特别注意一下。然后不是这边美国公债有问题而已，德国公债这边也是出现暴冲啊，也是冲到殖利率也冲到10年来新高啊。所以这个东西已经影响到欧洲央行跟德国的央行紧急出手啊。这个新闻都不会给你报啊。对不对？新闻现在只会讨论说，哎呀，我们蒋万安市长出来道歉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搞不清楚状况啊。你28事件也蛮多外省人死掉的，那是一个悲剧好不好？70几年了，你说什么真相在哪里又是怎么样？当然受难者的子孙当然是很那个，但是有需要在这边消费吗？都已经隔了70几年，哦，谁道歉有差吗？哦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就汲取教训，以后不要这样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就像那个二次大战的时候，德国纳粹去屠杀了600-700万的那个犹太人，那你要去了解啊，当年为什么二次大战爆发？德国的纳粹为什么要主张要屠杀所有的犹太人？你知道犹太人在二次大战之前，甚至一次大战之前，他最对整个德国人做了什么事情？也没有人去了解这件事情。你要去了解历史啊，那个事情的演变一定会有由来的。就像我推荐这档股票国家统一23，你就是不认同嘛。你不认同，你不用跟我讲什么，就谢谢再联络这样就好了，不会怎么样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算明天涨停板，我跟你讲，你也不会认同的。你会说那个什么烂股票，什么狗屎东西啊，对不对？涨你的联发科，涨你的台积电才对，是吗？真的吗？然后我又跟你讲，今天联发科的涨停，那代表什么？它真正的后面的意涵是什么？我已经跟你讲出那个研究的方向是什么，我们已经挑到股票，很多人还现在都说，哎，我有邀请你啊，你不要就算了，啊，你可以在那边看啊。
对不对？我们只愿，我们只希望说你相信我的，我带你赚钱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有缘咱来探钱啊，无缘就算了，你继续观察，不会怎样啊，对不对？我不会去研究什么什么什么，老师啊，那个鸡蛋一颗几块钱，去澳洲进了几百万颗的鸡蛋，价差谁付？全民买单哦！你们农委会主委，你还真好干啊！啊，台湾地区生产多的，你就给我收购，收购完你就给我去堆肥。然后呢，台湾的人现在欠的东西，你就去国外买，高价买，然后国库来补。你这农委会主委很好干啊，你都不用，都什么都不用做，就是这边啊乱搞就好了，发钱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还是回屏东养猪好了 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干都比较好啊。万一联准会这个月升息两码，你要去小心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告诉你哈，我刚刚一开始就跟你讲，道琼到昨天为止已经破线了。今年一二月这样下来，它跌 1.46%， 它已经破线了。你不要一直认为说道琼很强，那是科技股很强。但是你要去了解，人家那个成分股多少就是多少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台湾全指股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台积电大涨，这个盘怎么可能会跌？一样道理。那接下来你要去面对什么？三月份开始了，你要看到二月份的营收公告，二月份营收大衰退，衰退30%，这是起跳。但是二月份营收，我跟你讲不会好，我再一次跟你讲不会好。当然你还是不会听啊，哦，等到三月十号之前，所有公司都公布了，你就知道说什么叫做好公司，什么叫不好公司。而且我再一次跟你强调。很多专家学者媒体都跟你讲今年第一季是谷底，我再一次跟你这样强调，我的言论一定是第二季一定比第一季更差，第三季会不会比第二季好，这个不知道，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，我看到所有的现象就是第二季会比第一季差。那你敢说这个第一季的高点就是今年的低点吗？还是说今年的最高点可就是第一季，好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就是你自己要去衡量，因为股票市场呢，大家在博弈嘛，赌看法、赌运气、赌筹码，比看谁大财大气粗，还是比个股基本面都有，好，比谁的力气大，就是这样。好啊，你自己要心里面要有底，有些股票你就不要碰，那殖利率2%的，跟人家涨什么？搞不懂，这个殖利率也2%，我怎么看我都不会选这种股票啊。好，那营收领的那也不用讲了，今天破底了，最好笑就是今天，哈哈哈哈，哎呦，我们的那个陈建仁葛魁，搞短，你搞什么鬼？搞什么鬼？搞什么鬼？56，搞什么鬼？搞什么鬼啦？不知道咧，不关我的事。好，你像今天央行总裁去立院跟人家咨询，你被立委炮轰啊，你喊喊立，你以为你是彭淮南哦？我跟你讲，那种就是哦，何不食肉糜那种态度。你央行不是打房主要政策的话，那你在那边控制利率什么啊？你在那边讲什么鬼啊？你这唬烂大家，老百姓完全不懂。你就是认为说老百姓通通没有学过货币银行学就对了，还是大家都没念过经济学？真的荒诞到最高点了，被人家炮轰了。我来讲，那还是还好。我跟你讲，还遇到那个国民党那个，那都还不算够厉害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上去他就死定了。这是胡搞。人家南韩的央行都把利率从零升到 3.5%， 我们这边 1% 多，你在搞什么啊？你在掩护谁啊？一下这边怎么样，一下这边又不怎么样，通通都是你讲的。一月份台湾的 CPI 算来算去算出来 3%、欸、
你都已经做账做成这样了，还3%？你觉得物价只要涨3%吗？蛋价涨了多少？鸡肉现在买不到呢，鸡肉现在是无呢，无今日普丰大成祥那涨停板，连鸡肉买不到了。这些人都何不食肉糜？哎，完全都不管。哎呀，没有啊，可控制啊。那可控制，那请问一下 ，FED 为什么要继续升息？请问一下，对不对？该涨的电价不涨，该涨的水价不涨，油价也不涨，都通通不涨。谁补贴？拿老百姓的税金去补贴，补贴那些大官。那些大企业去消费，你觉得这样对吗？我觉得不是很对哦。哦，我希望我这样讲哦，你够聪明的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。开心啦哈，我们今天国家统一还是再创新高了哈。啊，什么时候到40头那也不重要，反正你也没有哦，反正你也没有。那反正下一档股票哦，那你有接到指示的，你就开始布局哦，分批下去布局。会有好戏看，好，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